这个哦，第一个动作是牵哦，第一个动作是牵哦，没有牵你后面没有分的空间的哦，你看，你来，这手他这样能拍好，你看你的第一个是在这里哦，这个手先是牵，有没有？先是牵嘛，我这个我要断他这个手嘛。所以我在这边一动，是不是？你看他这样子的，他要抽或者那个手来，你看我这个手出，这个手才出来，晓得吗？所以第一动是这个，所以才有这个，第一动是这个，然后才这样子。啊